怎么了，大哥？这冲动呢？一个人没有，我就在这等称，哎，等称重。大不了不买完事儿了呗。我就要买，但是得有个人有说法啊。我看你那闺女那眼睛都红了，害怕了。我最起码能问三个穿红衣服的，我说得给我称个重，没有人管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不是我负责。如果要是这样事的话，我还投诉也没人管的话，我把这东西到了，有人管吗？哎，当时这位先生说了，那你到这东西肯定不行，你不能找我报警。我现在我跟你说这问题，给我东西撇了，那肯定的，必须得撇。你要哪个？我给你。啊，警察叔叔，我报警了，对吧？我们喊了半天，然后你们搁这喊，你干什么呢？然后我老公就生气了，把东西一摔，然后你倒好，你再摔一个，再摔我就报警。你有你这么处理问题的吗？你是不是应该过来？你说，哎，先生，你先别生气，什么原因？我过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就要投诉这件事儿。啊，现在僵持到这儿了，你知道？到现在也没有人管，你知道？也没有人过来给我称重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